如果你伺候的乖乖的，我就帮你跟他要个电话号码，你晚上约出去吃饭，好不好？人家叫做 Lisa 同学，很国际化，帅过命的哦。来，有没有发现海狮同学的小耳朵啊，都有外耳壳哦，跟我们人类一样。那海豹的品种啊，都没有外耳壳哦，它就只有一个耳洞而已，比较简单。而且呢，我们海狮同学啊，它可是拥有相当快速又敏捷的动作。来吧，春地之外，快把举起来。有没有很可爱？我们双手举高，还是有没有很可爱？一起给我点击的笑容，来！如果你们觉得很厉害，就给他一点尖叫声吧！耶！来，你没关系，再给你一次跳投的机会，继续跳！漂亮的篮板球，问题比帅，先拿下一分。好，投出的是三分球的多多同学，好多多，就说你三分球不准哈。水花园。